哇，涨大水了！哇，过些天这里面又有鱼抓了。水里面有一条鱼，看到没有？前两天我们这里涨大水，河水全部淹到上面来了。你看这泥巴都还是湿焦焦的，那个鱼应该是被大水冲过来，撞到石头撞死的吧？哎，里面是不是还有啊？我们应该放一个地笼啊，这里。不放，还是在那个潭吗？对呀、啊，在之前的那个水潭。哦，那个水塘，那水塘可能有很多鱼那里。我现在这个泥浆里面来了，我拔不起脚了，怎么办？挽起我的裤脚啊！里面绝对有很多鱼。菜现在都是被水淹的。哦，有点滑滑的，不敢走下去了，水好深。不行了，要拉直，直的不直，怎么搞？那我拉直了，会不会到岸上了？等明天早上起来，不就浮起来了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拉那么。没丢直。还要丢一次啊？我来。我再丢完，把这个丢。路上都有鱼了，走着走着回家了。回去啊，明天过来抓大鱼，这个是小鱼。